我杜如风实在是太完美了，所以网上面很多网民都称我为另类女神。我呢就从来不用收兵的，因为兵仔呢会慢慢慢慢自己黐埋嚟嘅。不过我收兵都要有条件的。滚呀！娘娘，我是嚟报道的。你呀、啊、你都嚟参兵呀、啊我等了很久了，我才可以来这里跟你一起落区。但是这样的，我看你这一身的条件呢就未必做到我的兵主。因为你看看那边入伍那些人啊，由沙头角排到现在北角了。不是呢，我真的很有诚意的。我自从你读书呢，小学的时候在北角我都知道，我还等到回了你的母校到感受一下你的童年。是不是很 sweet 呢？我觉得很变态咯。你连我在北角做个小学鸡都知道啊。嗱，廣島東咧就有14、16校網，區內就有唔少名校同埋國際學校嘅。阿姐啊，想當年啊，有東區校花之稱，間間學校啲校草都爭住嚟識我，所以話咧做我隻兵真係唔易㗎。即係點啊？請指教。想知啊，就要睇今集《佢同佢落區》啦。东区是香港三个核心商业区的其中之一，这区包括北角、鲗鱼涌、筲箕湾和柴湾，而北角就是港岛东的重点地段，交通配套成熟，巴士、小巴、电车、地铁接驳全港各区，来往中环、九龙东和购物玩乐热点的红罗湾都相当方便。未来中环湾仔晓道落成，北角出入中环的时间就会更快，真是充满发展的潜力啊。要做隻杜如兵呢、要有三个任务的。第一个就是咪住任务，不是第一个任务就要帮你碌卡嘛？如果是的话我放弃了。我是啲咁肤浅的港女嚟嘅咩？今日我重游故地，梗系想找回我的童年回忆啦。我细细个就成日喺度周围揾嘢食噶啦，而一种小食我真的很挂住咯。系咩？我向桂根。我向桂根在边度揾到啦？就喺呢个春秧鸡鸡市就揾到噶啦。春秧鸡鸡市是一个人车共用的旧式市集，有近百年历史噶啦。货品价钱比邻近地区较平民化。街市入面有好多老字号同地道小店，唔少东区嘅居民都会特登嚟呢度买餸噶。我知呢度仲聚集咗好多闽籍福建嘅居民。几乎全部档主都识闽南话，听讲用闽南话嚟买餸就绝对冇问题。咁唔通我响桂根系闽南话嚟嘅？兵嚟讲你都可以算话系一位精兵啦。作为小福建嘅春秧街，梗系有卖福建嘅传统小食啦。所以你第一个任务就系揾出娘娘嘅童年回忆。我响桂根，你咁靓仔。啲街坊一定帮你嘅，快啲去揾啊！我向桂根，系咪我向桂根啊？唔系，呢叫土豆。土豆。咁我向桂根系咩嚟噶？我向未朋友听，即系未听过。听过啊、多谢多谢，系攞耳筒啊嘛。系啊。我买嘢都搭到条葱，不枉我系东区校花咯。呢度有冇我向桂根啊？呢度冇啊？咁边度有啊？行多两间，好啊。Hello， 老板娘，老板娘啊，系边个系我向桂根？呢啲就系我向桂根。哈哈哈！终于揾到我向桂根啦，原来就系、是。香鸡卷，但你呢两条是生的，我怎么吃啊？哎，我想到了，用我的热情再加上我的体温整暖它，你就可以吃了。等阵先啊，好快。喂喂喂，停停停 ，stop stop stop。系，我不要吃五臭鸡卷，我要吃五香鸡卷。系，咁边度有呢？由于时间关系，同埋我买嘢买得很快，所以关系咧，已经啊买咗一盒熟的啦。就试下先。真系好味喎，好多料喎，好多人望住喎，你好似好想食喎。开心 share 下啦，系福建嘅一个小食叫我向桂根，呢个叫做我向桂根，即系五
香雞卷啊！哎，唔好走啊，你靚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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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個係通心版嚟嘅，所以佢係唔可以出鏡嘅。你都是煮頭的是不是春陽雞春陽雞春陽雞雞後遇到東區後花我正啊貴經好靚啊雖然找到件凍的雞卷但都叫成功完成任務啊那第二個任務是什麼我身為一個潮人時刻都要穿到整身潮襪我才安心的你作為我的兵當然要知道我的品味啦所以下一個任務就是要你幫我找出北角自潮的铺头啊！我话要找最潮的铺头啊！呢度一望落去就知道翻咁上下历史啦，何况仲系眼镜嚟嘅，衫咧鞋咧，我要 shopping 啊 ！shopping 啊！你冷静啲先，呢一间铺头咧，其实喺北角已经开成四十几五十年噶啦，咁仲有好多香港嘅潮流界嘅代表都喺呢度买噶，例如你好朋友草莹啊。李灿森啊，陈豪啊，哎，仲有比姐都喺度买过噶，所以呢一间系另类嘅潮店。咁加西堂，嗯，不过头先已经立到有好多 vintage 嘅绝版眼镜啦。系啊，呢度咧全部眼镜都系出自四五十年嘅旧货真品，绝对唔系仿古嘅款式。好多人话佢卖嘅系复古嘅眼镜，其实系古董至真啊。你呢度開咗鋪有幾耐啊？超過四十年，做開而整而有人情味咯，好多都係帶仔女初初抱喺手都有噶，跟住嚟一路一路幫襯到而家，頂佢出國，翻翻轉頭可以都要翻嚟揾你，都要翻嚟揾住。金花四朵金花，搞咩啊？兩位做咩老闆肥姐？好啊！你唔記得頭先老闆娘話，肥姐嘅登台啊、表演啲眼鏡全部喺度買噶，仲試過一次過買三十幾副添啊！咦，遇到強者喎、啊、你？係啊，我覺得佢除咗係一個好專業嘅藝人之外，仲係一個好買得嘅達人啊！嗯，果然係我偶像。好，你係除咗呢副之外，全部同我買曬佢，買曬佢，仲問攞張卡出嚟啦！吃嘢买嘢完全满足晒你要求啦，请问你满唔满意我嘅表现呢？都算满意啦，不过东区唔止好食好买，仲好好住啊！北角物业类型广泛，上车盘、中价楼、豪宅一应俱全，唔少旧楼入场门槛较低，整体平均尺价约14,000-15,000。豪宅选择众多啊，千几万至亿亿声的超级豪宅都应有尽有啊！超级豪宅啊，咁咪好衬你嘅娘娘身份咯。唔通最后一个任务就系同你拣豪宅？唔使心急，见你辛苦咗成日，不如等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好唞下先啦。喂，过嚟啦，娘娘要派军粮俾你啦。估唔到你嘅关系竟然去到呢一步，你唔喺度浸浴嘅咩？你唔好乱谂嘢啦，水费贵啊，咁大个浴缸要好多水噶。Sorry， 但系你唔系话带我嚟睇楼盘嘅咩？做乜嚟啊？呢个 club house 啊？呢度咪楼咯？呢度呢个特色相连单位位于北角半山，附近沿海高层单位。饱览维港烟花海景、邮轮码头景、维园景，真系冇得输啊！其余东区嘅屋苑都唔输蚀噶，部分单位都睇到邮轮码头景同埋鲤鱼门景色噶。不过仲系未来港岛区大型屋苑嘅供应集中地，区内配套亦会逐渐提升，可以带动区内嘅楼价。哇！呢度真系好好 view 啊！而家使乜啫？欢迎光临，将军神。哇，搞咩啊？你着成咁嘅？我为咗配合主题咋？呢间屋咁有和风 feel， 我咪扮到成个日本妹咁咯。啊，唔系，我本身已经一个日本妹嚟噶啦。咁啊系，呢间屋竟然大到竟然可以整一个榻榻米咁嘅房嚟招呼客人，真系犀利，过分啦简直。等阵先，
你啱啱叫我将军啊？系啊，啱啱升咗你职啊！谢亮亮。不过你喺升职之前，仲有最后一个任务，就系要打扫晒成间屋啦。因为我今晚约咗成班 friend 上嚟开 party 啊！成间屋啊，二千几尺喎、啊。做将军唔使你做啊？望镜头。下一集佢同佢落区，再同你玩过，唔睇你就蚀底啦。跟手话埋东区十大热门屋苑俾你知，想喺呢区揾啱自己嘅楼，记住要揾连我咁尖尖嘅杜如风都搞得掂嘅美联物业帮手。